震撼教育，真的耶！然后老师有拿出背日记了，对，对，那个时候就急下去了。我的武器，武器，武器啊！哎，转！更久，六把刀子，六把。299名就是不可以睡觉，最重要我建议你少吃一点。老师现在你开始一次一个礼拜药，我现在开始进入魔鬼训练，大起精神。一个校牌299就是不能睡觉，另外我看你身材，你最好能少吃一点。白痴吗？不睡觉，知道吗？马上就。对。还有学校内就可以睡觉，你校牌299就是不能睡觉。另外，我看你是头巾，你少吃东西好不好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进行魔鬼训练，最后打起精神来，好好锻炼。老师摸了，不洗肩膀，不洗肩膀，每天抱着睡觉。